这个说相声，他跟刨人参呢、卖黄金、剃头修脚，什么非洲哪儿当个皇上，没有什么区别，他就是一个工作，就是一个手艺。干我们这行就是为了争论而干的这行，有能的你们就多挣点，没能的你们就忍着。假作真时真亦假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观众喜欢就是硬道理。区别就是没有内定，没有黑幕啊，这个让我觉得挺开心的啊。这些年的喜剧节目哪有没有黑幕的，对不对？你看我逗笑社里都说了，比如说做喜剧节目最大的黑幕就是德云社不能拿冠军，拿冠军就不合适，所以说我们年年在让啊。但是今年来做这个，我问编导，人导演说没有，你没有内定，你随便，好就好，不好就不好，这个让我觉得挺开心的。哭了三天全都不中哎，那别唱了，那就好。这首先说说相声不能拼啊，贫了就不是说相声，这是可能外行觉得得贫才是说相声，但这不是。我们挑选演员的时候，第一大忌讳就是要是贫就不能要了，那因为他是艺术，他也是技术啊，单贫不管用。有的是那个贫的，喝点酒卖没了那个啊，但他不管用，90%靠天赋。如果你有天赋的话，再能10%的锻炼，那你就锦上添花；如果你有90%的努力，那你就叫添乱。有意为之，如果我愿意的话，一个月一个都能做得到。但是现在就是够使的就行，啊，我好比家里有一粮库，我想吃馒头的时候我就蒸，我不想吃的时候我就不蒸。于谦老师也是通过抽烟喝酒烫头出了圈，您是怎么，就是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？这挺好，他也不是靠着这个，这是我给他编的。他烫头是因为他头发稀，烫完之后显得蓬松一点。我不是靶子。有好处的，你倒退多少年前，那会儿都没人听相声了，电视台谁还搭理相声？出去演出说相声都让人轰下去，那这行就完了呀！你不得这行好，他才能生存下去吗？争论会永远会有的，干我们这行就是为了争论而干的这行，挣的钱有一半是挨骂的，所以说我们的心态很重要，那些个不重要。哎呀，我们是服务行业，你卖的就是这个，那观众不喜欢你，你干嘛呢？没有意义了。你面向的是观众，相声是个手艺，它是为了吃饭。就除了我们还好一点，其实大部分的相声演员，咱不能说这个啊，生活条件有限吧，但确实不容易啊。我这是亲眼得见的，你们可能接触不到。夏山啊，荷花映满了池塘。每年只要一说招生的话，都是几千人报名。就拿眼一看的话，你如果是干这个了，你就可以留下；如果看你不像干这个了，您就忙您的去。有能的你们就多挣点，没能的你们就忍着，干不了就改行。那没有办法，你老骗他没有用啊！你们坚持吧，你们忍住了吧，以后你们还会如何如何？你骗他到什么时候是一站？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那有什么发展？工作呗，挣钱吃饭，有个工作就是好的，别惹祸，挣了钱够吃饭的，能养家糊口就得了。所以说每年其实年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挨个的问有没有想自己出去独挑门户。啊，愿意不愿意自己出去干点什么去？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，支持你们自己出去闯。你实在不愿意走，你就跟家里忍着呗。那怎么办呢？哦，你不明白情有可原。这个话呀，不是我说的。郭麒麟从小那种管教方法只适合郭麒麟，一个猴一个摔法。你比如有好多人说你管郭麒麟管的严格，我不管的严格的话，就没有今天你们在电视上喜欢的郭麒麟了。这个风格不一样，啊，这也是连瞎唬带哄，啊，按照他的特点给他。打造一个这个前进手册，那有担心他之前之后学业上的问题吗？那没办法，我连初二都没上，但是麻省理工哥伦比亚我都讲过课。他会成为第二个就是在说相声的，对，那是他的事儿啊。他愿意修脚就我也支持，给人剃头、卖报纸、当个农民伯伯我都支持，啊，别招灾、别惹祸，有个饭吃，能养活自己就行。说别的那都是诈骗。您那儿媳妇的标准是什么？那得问我儿子。太有机会了，大哥。有天就这么多年，我现在想当爷爷，您觉得就这样有什么呀？你够呛啊，郭麒麟还没玩够呢。这个剩的还有没有想推的小哥？哎呀，你们看秦霄贤有人要没有？学相声的话，有没有可能嫁给那够呛，哪有女的说相声啊？啊？那如果有的话，您什么方向偏向？那行，你们找去吧啊。想进娱乐社工作的话，只能成家主。那我得先问问高峰老师愿意不愿意。那如果不行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办法进娱乐社工作吗？那问问栾云平乐意不乐意。势必饥饿如
您觉得这句话在您身上印证了吗？特殊的时期是有特殊的意义啊，现在岁数大了，已经没有这么棱角了啊，老了。那从创作角度上来说的话，就是您会觉得相声演员是否还要在观众面前保持有神秘的感觉？谈不到神秘，但是最起码来说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规矩，我们的规矩叫相不由街。一个说相声最大的忌讳就是走到老百姓当中去，让人知道你是说相声的，这是我们最大的忌讳。在过去按规矩来说，演出完之后出门出剧场也要把帽子戴低一些，最忌讳的是走了街上，哎呀他是谁是谁，然后这演员还沾沾自喜，那你就是个外行。最大的忌讳就是这样。我们现在刚采访的张玉，他说咱们相声本子都是根据前辈的本子去再次基本去略作修改的，那这种修改的话是为了说让相声更加的去迎合大众的审美。相声是个手艺，它是为了吃饭啊，至于说那些个老作品也好新作品也好，其实它只不过是我们售卖的商品而已啊，然后这看演员的能力了。您清朝的作品到今天调整一下，它的框架不用大改啊，加上时新的理念和一些个语言，现在依然可以拿出来商演大型演出都没问题，这其实是看演员的技术手段。那您觉得